只是意外得知，你父亲得到了集团机密，便借花献佛，拿去找徐泽和做而已。林凡，你胡编乱造什么？你们恶心难改！你们给我滚出苏家！爷爷，我错了，你就饶了我这一次吧。爷爷，我错了，你就饶了我这一次吧。爸，我看大哥这是一时糊涂，看看这一世。沈玉梅。 你个臭婆娘，竟然你这么狠毒，也就别怪我了。薇薇，钥匙拿到了？当然拿到了。大伯，苏清和这个贱人什么时候被弄走啊？都是苏薇薇去干的，集团机密是她去偷的，与我无关了。爷爷，都是大伯逼我的。他说，我要是不听他的话，就把我和爸赶出家门。 爷爷，我知道错了，可不可以？